噔噔，对，我又来保养了，没错。来，现在里程738461，因为有些问题让我多跑了几百公里，因为预约不到时间，哦，跟我的时间有卡到，不是预约不到。那今天等于是做8万公里的保养，那现在是我提早了6个小时出，跟我预约的时间相比提早了6个小时出来，因为我要去让我的变速箱降温。哦，那因为是做8万公里的保养，所以就是花费会比较多一点点。那看一下有什么状况，再跟各位讲一下。哎，一样是园林厂，园林六合福特啊，园林福特六合厂。